Pa! Pa!那电商部的招聘工作大概需要多久？快的话不超过一个月。还是太久了。是，但是现在毕业招聘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各大公司也都知道红顶要大规模的招人，也都给自己公司的骨干提高了待遇及期权，以防止他们跳槽，所以招聘工作确实有难度。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跟斯特林公司合作的事情公布出来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加强外界对我们红顶的信心呢？这样对我们很多事情的推动都是很好的帮助的。这个想法不错。石头，石头，怎么了，同学？石头，你父亲遇害了，给他让你赶紧去案发现场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凶器，现在已经送回局里去提取指纹了，但是指纹的提取和对比还需要时间。你知道谁跟被害人有仇或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，我们可以直接去提取指纹进行对比。芷彤，咱们好好想想谁有可能会对叔叔做出这种事情啊。啊，唐队，有件事跟你说一下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再好好想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姐，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被害人的家属关系查清楚了，云顶，早年丧偶，只有女儿云石彤，还有女婿段飞。太奇怪了，云石彤刚刚明明想到了什么，却又不跟我说。还有这个段飞也很蹊跷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。您是怀疑段飞？之前我也有见过段飞几次，虽然对这个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但是这个人身手的确不错。那下一步怎么处理？云石彤女士，我们现在需要去你和你丈夫的住所收集指纹，以排除被害人身上相同的指纹。你带我们过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石彤，你看开点吧。刚刚唐警官也说了，会去做凶器上的指纹对比，一旦确认了，就会去发通缉令了。会不会是？指纹对比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凶器上的指纹断飞无误。同队，您看。马上发布通缉令，赶紧报给张局。好，我马上办。那咱们要不要去天堂酒吧？通缉令一发布出去，咱们就立刻去天堂酒吧。好，去吧。云顶先生于今日中午被人杀害，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凶器为一把匕首，通过指纹验证，其女婿段飞有重大嫌疑。
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现在云石桐六神无主，红顶集团雪上加霜，现在更是没人能挑大梁。这正是我们实施下一步计划的好时机呀！哎，这整个天海，我的老相识是越来越少了。也是，这世界早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放心的去干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，再等两天，明天或者后天，红顶集团肯定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到时候先看看他们怎么出牌，咱们才好做出应对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给老戴打个电话，看他接不接我们电话。在服务区，老大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他不联系我们，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就是他在追查真凶；第二就是真凶也正在找他，所以他不联系我们。甚至现在可能遭到危险。那咱们四个分两组，我跟马季一组，你和小雅一组，沿着海岸线找。告诉我该做什么呀？我们现在就像郭郭说的，分成两组开始行动吧。等一下，现场阻断，那个线索墙还在，警察一定会去那儿。如果咱们不在，那老大嫌疑会更大。马进，你先跟我回酒吧，把线索墙毁掉，等警察来。你跟小艾一组。现在，咱们行动吧。走。段飞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段飞跟云石桐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怎么样？从小就认识，他们是娃娃亲。段飞如果潜逃的话，你知道他会往哪跑吗？这没仇没怨的，怎么可能杀人啊？我相信我们老大不会杀人的。他在天海市还有其他的亲戚和朋友吗？他以前不在天海市发展，是因为结婚才来的。对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件事情蹊跷得很，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段飞的作案证据。段飞回到天海不到一年，能有什么理由让他杀云顶呢？你忘了，段飞跟云石桐是定过娃娃亲的，所以这件事儿可能跟他们的父辈有关。回去之后去查云顶年轻时候的信息，看看跟他关系密切的人里边有没有姓段的。明白。走吧。老大看匕首那天，我就把匕首收起来了，所以凶器一定不是老大的。那万一他又找了一把别的匕首呢？是不是傻？他能蠢到把人杀了之后留一把带指纹的匕首吗？有人陷害他？一定是。那凶手会不会和杀小九的是同一个人？有可能。妈的，我一定把他揪出来扒他一层皮。先找到老大再说。我给你王蒙打个电话。喂，王蒙，人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而且飞哥的手机一直不在服务区。老大可能在天黑之后才会出现，所以你们仔细找，他可能有危险。可是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警察。
他们还没有想到老大还在海上。不是，警察不会让他有危险，因为人根本不是他杀的，有人陷害的。被陷害的？对，具体的等你们回来以后再说吧。因为他可能被人追杀，所以你们要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好吧，注意安全。走吧。唐队，查到了。说。红顶集团是两人建立的，云顶和段红两个人曾经是战友。退伍之后回到天海市建立了红顶集团。段红是段飞的父亲？没有证据证明段红是段飞的父亲，毕竟段飞的资料被清空了，但是云师彤和段飞从小认识来推断，应该段红是段飞的父亲。段红现在在哪儿？从来没有听说过红顶集团还有一个老板。18年前段红在自己住宅内被人杀害，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告破，成为悬案。这么说来，段飞这次回来是找自己的杀父仇人的。很有可能。这样的话，会不会段飞认为云顶是自己杀父仇人，然后痛下杀手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咱们沿这条线索去查。是，唐队。要不您先回去休息，您都忙一整天了。哎，我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。要不这样吧，大家先回去休息，案子呢明天再查。大家别累坏了，查案还要靠你们呢。知道了，唐队。